你喂吧，你喂吧，你喂我就拍。不能喂这个。你喂吧。不能喂这个。那北京动物园有人在这个白鹑鹿这儿喂这个白鹑鹿菜，它消化不了。家长带着小朋友。喂胡萝卜和菜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你别怕我孩子。干嘛呀？不对的。干嘛？你不对。别怕我孩子。动什么手啊？是不对的。不对的，不能喂这个。根本就不会介意我发不发微博。你拍我随便，你别动，别怕。你要是觉得这是好事，发微博是表扬他。拍我随便。所以小朋友是非善变，你分清楚。用不着你管啊，你报警，警察自然会管。你别拍我孩子啊！我没拍你啊！别动什么手啊！警告你啊！动什么手？你为什么动物啊？是吧？不能喂动物。我告诉你，别拍我孩子啊！